定情是那个法国的那个老头子写的，那个是宋金铁吧？宋金铁那个写的真的，宋金铁很难写的。是用笔用墨写的那种感情，就是书画的情缘了，就是笔墨的感情。感情。阿摩呢？空。书法。书法。空笔和墨。笔和墨。笔墨。墨。你是？班中圈对啊，班中圈谁？盖师傅啊，其实我是请画艺，晚上这四个人这样，讲给个别人听，我不有人站了，这个人不简单了，这个，这个是中国美术社长，他是诗词书画，书法，很高兴认识你，好好好。好好好我少林大人集全太Piero Peter inglese. Pietro. O Pietro. Come San Pietro?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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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Bello, bellissimo. Un quadro adesso. Wo ai tai chi. Qual è? Wo ai tai chi. Ok, e questo è il nome? Questo è suo. An Zhong Chen. Peter. Signore. Ah, San Chen. Ok. Grazie mille, dai, grazie mille, sì, sì.哪一个店？我觉得这个脏干了，这干干干下来感觉很好的。那这个就书画展是吧？重复了。这是笔墨平书画，有没有得发展？我直接发展了一个。故乡才俊出鲁莽。故乡才俊出鲁莽。可以。那个印书写了就100万澳元。我什么时候过几天把它拿去拍卖？那我才不拿去拍卖，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这个东西是。那就得书啊。对，那里盖一个更好看。要不然的话。那小姐拿，这个。行。那你当老大。对啊，这个我就是老大了。所以说我在叫我写字，我在谁面前都不敢写，一写这个字就我是如果慢慢的有以后没有人的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的时候我爱你。